Y'all ready for this?一会儿呢就要出发去 HM 和那个 Moschino 联名的新系列的预售活动，也就是说这次我可以提前买到哦，不用去排大队咯，开心。我已经提前在他们官方发出的那个单品图 list 上面翻了好久，然后也有种草一些比较实穿的单品吧，然后如果我今天买了呢，我会跟你们随时 update。我们现在到今日美术馆了，它现在这块好像还有那个 Hello My Name Is Postmist 的那个大门哎，我不知道这个展有没有结束。刚才看大门写着还是那个。然后其实我想买的衣服还是有没买到的，然后可能如果再想买就要去那个 HM 的店铺再去排队啦，然后还拿了伴手礼，伴手礼就是这个 HM 和 Moschino 联名的手机壳，这个好像是一个 iPhone 不是 Plus 型号的感觉，我突然觉得好像 Plus 是不是能装下？我今天回家试一试吧。这手机壳有一个 bug， 它这儿安了这个摄像头的孔，可是这熊脑袋躲不开呀。Excuse me， 只能把你当玩具了。